这么小的年纪可以讲看戏人拢无，看戏人拢无的那个断点跟那个画面感可以呈现出来，已经非常厉害了。结果我刚才一听哦，我说我起鸡皮疙瘩，就是真的是很感动。我相信你未来哈，不管每一首歌你能不能，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经历过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层次，但是我感觉你是就会当去深入了解那条歌的感情。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我要带来陈明章老师的《A Boy 一出戏》。可是你会知道《A Boy 一出戏》《Boy 一出戏》这个歌在讲什么吗？爸爸后来有跟我解释说，就是因为以前的一些舞台剧啊，像什么歌仔戏，或者是任何一些以前的像那种那个采茶戏那类的传统戏曲，对，都传统戏曲都已经慢慢没落。然后陈明章老师就有感而发的说。就有感而发的写出这首歌。你是渐渐盼落来，无魂你是安倒来，一个山天的雾，山内落着一阵的闷闷啊雨。有点点的月落，雨哪会变作这呢粗？雨水打伫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山拢走无。把这首歌，你把这首歌唱足水足水足水的，你这么小的年纪可以唱，看戏人拢无，看戏人拢无的那个断点跟那个画面感可以呈现出来，已经非常厉害了。继续加油，谢谢老师。品燕哈，我刚刚是听到《Kick Able Play》，我很喜欢陈明章老师这一首歌啦，所以讲我一开始我就想讲这个。十一岁的小男生阿迪亚干嘛发抖干嘛摘掉，因为这个其实他陈明章老师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他写这样的歌有他的道理。结果我刚刚一听，我说我起鸡皮疙瘩，就是真的是很感动。我相信你未来不管每一首歌你能不能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经历过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层次，但是我感觉你是就会当去深入了解那条歌的感情的人，所以我会蛮期待你未来去驾驭更多人生阅历更丰富更复杂的，那个是你的挑战，但我觉得你做得到。谢谢，谢谢老师。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雄秀，我上单碧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